野菜平啊，九啊八英。得咁晏会唔会冇咧？我三点啊。咁。我仲有15分钟。卖晒可能冇噶啫。呢个冇讲完一转啊。唔系98英嘅咩？点解俾298英？啱啱食炸鸡，想食包。我最简单牛排呢只，呢只都好好食噶。平时我哋食过呢种。咦？前几日买唔到冇货喎。我哋食今日食乜嘢？今日食芝，同埋食沙律。芝咩嚟？咩叫芝啊？鸡咯，通城鸡。依最正噶啦，已經切到一嚿嚿，唔需要特別再切。其實我哋 blind test 過唔同嘅雞，試過唔同嘅雞，依只唔係最好味嘅中成雞咯，一隻叫九米肚赤雞更加好味，但係成日買唔到嗰只。咁而家市面上仲有泰國雞啊，或者宮崎嘅鷹雞，但係發覺都係冇中成呢只雞咁好食啊。所以最後我哋通常都係用翻中成呢種雞噶。當然啦，間中有陣時候有新式完嗰啲靚雞，或者有鹿兒島啲。軍雞我哋都會買嗰啲雞嚟食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要切椰菜先。啱唔啱？電視啲人切得好快喎。你試下切得好快。會切到手噶嘛？所以唔需要切得快，好味就得。跟住包雪櫃，雪翻凍佢，啱啱食先好食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日炸雞，通常咧大家都會用呢只噶嘛，呢只係最多人用最好食噶啦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哋就試一試另外一隻。呢只咩味嚟㗎，媽媽？佢話係芝麻蒜蓉味。啊！呢只嘢喺沖繩，好似 Tokyo Hands 買㗎。唔知道人哋送嘅。啊，咁樣嘅 ，Tokyo Hands 間見到咯。咁倒曬落去之後，有粒芝麻出嚟。溝60ml嘅水，真係好少喎，真係夠噶。唔試咗先啦。呢個好似夠喎，我真係好多芝麻。好啦。薄啲粉仲好，呢就我哋一家人一餐嘅份量。好啦，跟住就擺雪櫃。使唔使打一格個雪櫃？好啦，等5分鐘先。因為時間嘅關係，5分鐘好快過啦。5分鐘之後，雞就變到咁嘅樣，同頭先差唔多啫。有咩分別？佢係凍咗啫。啲油熱咗啦，但係我哋唔會屋企炸嘢㗎，因為好臭。太臭啦！我唔明日本人點樣可以屋企炸嘢㗎，所以我哋喺出邊炸。呢塊嘢專門攞嚟咁樣用嘅。好啦，我哋 make sure 佢油温咧就170度至180度左右。開頭咧通常就會熱少少嘅，因為咧掟幾嚿雞落去之後咧，就會即刻降温啦。
每次只可以炸幾嚿嘅咋，所以呢一盤雞咧通常炸我九個字左右。其實我唔明日本人點解係可以喺屋企炸嘅，炸完之後咧全身都個臭到我用唔到嘅。佢哋覺得唔臭喎，過後覺得辣。是不是不臭的？哇，上次在冬梅家臭到呢，是他们惯了，后来可能开窗吹一下 就当没了。但我们就介意那些肠子啊，可能已经渗晒油味，所以我们就不在家做了。好了，快了几分钟就差不多了。我喜欢日本这些黄，我的位置给你了琼油。你很喜欢日本这些黄，但是又不喜欢炸的。我不喜歡日本，我不喜歡日本魚生。很快啫，其實不用45分鐘，今天應該。不如你試一下。不用的，我看得的了，我 observe 很厲害。好像炸的時候一定撩鬆的，不然就黏了一大片。好像紅餅的。但真的炸了九個字，大佬，我每次炸那麼多已經炸九個字了。好了，落汁。這裡是600多克，做什麼媽媽不理我？我說明我炸了九個字炸了很久啊，很多謝了。沙律和炸雞是最好的選擇，因為沙律沒那麼熱氣。這麼多喝湯啊？是啊，很香的。吃饭。拜拜。嗯，好唔好食啊？好 juicy 啊，边仲系 juicy。今次算系成功啦又。啊耶！咁我粉啦，冇嗰个日清金掌咁好味啊。嗯，個味道唔同喎呢個。因為呢個咧，其實咖喱好少味，但係咧佢有好多芝麻咯。嗯。但係個味好唔同咯，一清金醬嗰個咧啲味好，感覺上有少 artificial 噶。呢個咧係天然好多，呢個啲味道係 raw 好多。好鞋啊！我呢個 OK 啊。我媽唔講雞啫，同啲粉冇關嘅。咁都要食噶。可能呢度咧 overcook 咗啊！你不是喜歡芝麻嗎？真的，我不喜歡卡薩德。那就是芝麻。嗯，怎麼不喜歡吃這個？你不是不喜歡這個嗎？你不是不喜歡哆啦A機嗎？我都沒有。有啊，你不能不喜歡哆啦A機的。不是，哆啦A機的裡面那些東西。哪個裡面那些東西？不是。那個哆啦A機的那些珍珠啊。猜。哎，我话是张健。一唔使幫啊！